突然把威斯讲出来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胖瘦自如陈文茜。舅舅说，你只要瘦一公斤，我就给你$10,000。跟男人不一样啊，男人越接触，50岁、60岁、70岁，越接触越优秀，头发松茂的越对不对？可是女人呢，越出色，学历越高。你看，我要做一个最简单的菜，本来是叫番茄炒蛋，对不对？它旁边有草莓，是本来要做甜点的。那其实草莓是酸酸甜甜的，所以你要做的是番茄草莓炒蛋，这样可以吧？这不见，这个送给你们的爱心气球。哇！是你讨厌一个男人，你要把他踢出去门的时候，你就做番草莓炒蛋给他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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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还是有任务在身，今天还要请两位先到这边来，我们在这个 T 恤上面来签名。不用加，也想带，如果文茜姐要买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要我们签名是吗？对，就代表上次哦，是我们用女人的力量来把它集合。好，文茜姐麻烦，谢谢。来，文茜姐请。其实我不敢跟她称为姐妹啦，因为她真的是太有才气。我喜欢躺着，而且我希望呢，让我讲一个比较伤感的话。在这个所有的公共圈子，从政治到演艺到所有的圈子，男人呢，或者互相拉拔，或者互相嫉妒竞争。可是他们越竞争啊，比如说某个企业主嫉妒另外一个企业主，他就把他的企业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那是抢他的客户。可是那个所有的嫉妒跟竞争的力量，给那些男性带来的。可是女性呢，我从小就意识到，女性彼此之间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出现在身边，你出现的嫉妒是会面对她，也会面对自己。然后呢，我一看到躺着的时候，我就不爱她。然后呢，我觉得真正的姐妹躺着一生，其实就是知道远远的到，祝福陆佳怡，她现在得大幸，谢谢文茜。真正的姐妹躺，仅仅是躺着，知道这个女人很棒。当他处境非常好的时候，所有人给他掌声的时候，你在旁边默默的一起给他掌声。但是有人当他比较down的时候，别人没有给他掌声，就旁边默默。然后呢，姐妹淘的一种精神，其实是你希望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越杰出的女性，一个一个超越，一个一个更好，这样多就是给他加个草莓炒蛋。谢谢陆佳怡。是，所以王姐要不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讲一下当初的这个节目的初衷，以及希望未来可以为女人在更多做些什么事情。因为我想我的很多事情的这个创意，真的发大的头，也是来自于文茜。那时候我记得她什么有一个 party 开在墓园啊，对不对？杨金山、金宝山，唱歌的人能讲吗？不能讲。唱歌的人叫张震岳。有这个节目也非常开心，那也非常谢谢未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不计成本，不计收视率，收视率只要超过这个最近新开的节目就可以了。那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压力，那只希望把节目做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执行者，谢谢我们都爱王克姐。P.S. Noble 草莓炒蛋买的。P.S. 越来越美丽，越来越 sexy。谢谢汤太太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佳怡，在这边要恭喜姐妹淘的节目
姐妹掏心话要跟大家见面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女孩们又多了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人生，讨论我们喜欢的美丽话题，讨论我们所面对到的所有问题，一起拥抱生命的美好。所以希望这个节目可以非常成功，收视率长。